我的镜头很好了，大刘。对，不要照全身太多。你记着，不是说一定要在膝盖以上，就是说你怎么好看怎么照啊。笑啥呀？跟他笑半天呢，我哪个角度被你嘲笑到了？80%左右的标准啊，谢谢。我确实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嘛，这要不是说大家喜欢听闽南。